威廉夫妇一现身，立刻成为镁光灯焦点。凯特王妃一身白色斜露肩洋装，加上戴安娜王妃的耳环和女王项链，高贵气质艳压全场，勇夺今年红毯最美。女星瑞秋怀兹以象牙白纱礼服配上钻石腰带，凸显端庄大气。凯特·布兰蒂则是身穿深 V 黑礼服，这一八颗彩色宝石及性感华丽于一身，红地毯大咖云集，精彩度媲美场内颁奖典礼。And the BAFTA goes to Olivia Colman. BAFTA is awarded to Rachel Weisz.英国宫斗片《争宠》囊括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英国电影奖等七项大奖，是本次英国奥斯卡最大赢家。Roma。由 Netflix 出品的黑白电影《罗马》不但获得最佳影片奖，导演艾方·索科朗则在暌违五年后再次获得最佳导演奖。不止英国奥斯卡是娱乐界瞩目焦点，音乐界盛世格莱美奖也在洛杉矶隆重登场。Lady Gaga 一身银色开叉礼服展露美腿，今年气势如虹的她以电影《一个巨星的诞生》主题曲《Shallow》赢得最佳影视原创歌曲奖，并横扫其他两项大奖。南韩男子天团防弹少年团成为史上第一组获邀在葛莱美奖颁奖的韩国艺人，为韩国音乐史添上一笔记录。记者张展燕综合报道。